信封里是我起草的离婚协议书，一式两份，我的我已经签字了。不，我绝不离婚。你要想保住这房子，保住卡上的钱，就必须离婚。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啊？公司已经破产了，我今天晚上就要走。你以为我会相信？就凭你赵天宇，就凭大伯金的实力，破产这种借口你也找得出？我没有时间跟你解释。记住，随时都会有人来冻结我们的财产，你要尽快和我们的律师联系。你别走，你不把事情说清楚，我不会让你走。我再说一遍，这次麻烦很大，我可能要吃官司。所以我才要跟着你。我们是患难夫妻，我不怕过穷日子，我就是跟着你这样一步步走过来的。好了，放心吧，我赵天宇不会让你过穷日子。等风声过去了，我回来接你。那你现在要去哪儿？我要到一个别人找不到我的地方。好，我等你。好。好了，我回去了。你先在这儿待一段时间，尽量不要外出。那我要躲到什么时候？用这只电话，我会跟你联系的。把你的手机给我。赵老板，事情严重吗？非常严重。还以为只要过了今天就万事大吉了。那笔钱，我是说，那笔钱是不是按照我指定的账户转入的？赵老板，用人不疑，疑人不用，您到现在还是不相信我。那笔钱您不是已经过到境外去了吗？我不是不相信你，实在是事出有因，唇亡齿寒。你要是有事儿，首当其冲我会受牵连；我要是有事儿，你也逃不了。我知道，谨慎是好事，可是没必要的谨慎就是谨小慎微了。你也说过。那笔钱只要出了境，不知情的人都只会把当作是金融游资，根本查不出来路。我现在让你把这笔钱再重新投入股市。为什么？我要护盘。护盘？那不是前功尽弃了吗？这是我的事儿，用不着你操心。这太不明智了，而且很危险。我是老板，你是老板。那好，能不能问一句，究竟是为什么？不要问。
言多必失。好，我听您的。等我电话吧。怎么样？他写疑心了吗？当然没有。不过，他已经把那笔钱转到境外的银行了。我们能搞到密码吗？这几乎是不可能的。必须要搞到密码，必须要搞到密码。目前他还不可能毁掉所有的证据，转账一定会留下痕迹的。关键的问题是，要掌握他的银行资料。那公司的财务会不会知道呢？不会。这么隐秘的事，只有他自己本人知道。电脑，他电脑里会不会有一些线索？对了，只要找到他使用过的电脑，就能找到线索。什么都没有。你记得我上次来是什么时候吗？是两天以前。好，你去吧。这样不行，我们必须找到他刚刚使用过的电脑。我知道你舍不得离开我，我不让你走，我再也不想和你分开。
有一件事，我一直不肯告诉你。上个星期，医生告诉我，我的子宫里长了癌。真的？我本来不想告诉你，我只想自己悄悄地死掉。那你赶紧去医院呢。我不要去，我不想去。天宇，你会在葬礼上为我掉眼泪吗？我们毕竟夫妻一场，我们毕竟相爱过。说他需要吃一种特殊的药。那天宇，咱们带他去医院吧。不行，没有时间了。赵天宇确实刚刚使用过家里的那台电脑，但目的是销毁电脑里的文件，没有银行转账的任何记录。据我估计，他应该有一台随身笔记本电脑，所有的秘密都应该在那台电脑里。不行，不能让他走，他应该留下来。情况怎么样？警方已经正式立案调查，已经派人到公司封存所有文件。你们这边情况怎么样？必须找到赵天宇随身携带的电脑，所有的秘密都在上面。可是要找到电脑，必须先找到赵天宇。他的家你去过了吗？我刚从他家出来，也去了会馆，那儿也没有。你说会不会去了机场？以我对他的了解，他不会在这个时候轻易去机场的。他就是去了机场，他也走不了。无论以周英文还是赵天宇的名义，他应该先把自己藏起来，等到安全了，他再出警。可是他会藏在哪儿呢？我怎么把他给忘了？谁？佳怡。不好了，孩子吐了，温度也越来越高，再不送医院，恐怕要出人命了。再等等。再过几个小时，我就把它还给我哥了。可是，我害怕。害怕什么？再观察观察。出事儿啊！
药在哪儿？他在里面吗？他是不是有一台笔记本电脑？你不要问我，他的事情我都不知道。他已经触犯刑律了。孩子是他哥哥的，不能算是绑架。佳怡，我们是好朋友，我必须提醒你，赵天宇目前至少有三条罪状：一是金融诈骗，二是股票非法交易，三是指使部下将一名记者打成重伤，至今昏迷。我不知道，他的事和我都没有关系。但你现在知道了，如果你继续帮他，你也同样触犯刑律。你不要吓唬我，我绝不会在关键时刻出卖爱我的人。他爱你？是的，我现在是他唯一信任的人。你爱他吗？只要他好好待我，我会爱他的。佳怡，你好好想一想，小云是他哥哥的孩子，他都忍心绑架他，根本不顾孩子的死活。你不要再说了，我不想听，全都是谎话。你是因为得不到他，才故意诋毁他的。蒋薇，从现在开始，我再也不认识你，我再也不想见到你。喂，我找到他了。退烧药。哪儿来的？我刚才去药店买的。哟，给我！是我哥还是蒋薇？谁？蒋薇。是他一个人吗？
说什么了？他说让我离开你，没答应。是不是从头到尾都在利用我？我真傻，真愚蠢。你连自己的哥哥和侄女都要利用，何况是我呢？见到小云了吗？你放心吧，我已经把药交给佳怡了。佳怡肯帮我们搞到赵天宇的电脑吗？不可能，我已经试过了。不行，我必须上去一趟，我要见到小云。哎，冷静点。你这样会打草惊蛇的，赵天宇会立刻消失的。我建议立刻报警，这样就可以搞到他的笔记本电脑，帮助警方追回那笔钱。也只能如此了。我来打电话，这儿的准确地址怎么说？哎，能不能再想想别的办法？现在我们最关键的是追回那笔钱，要是能把那笔钱追回来，是不是也可以减轻他的罪过呀？在这儿别走，我一会儿给我哥打电话，他来接孩子。就这么走了，我们还能再见面吗？我想不会了。我想最后问你一个问题，从头到尾都没有喜欢过我吗？在你的眼里，我只是蒋薇的影子吗？对不起，我不该打你，我也是没办法。卧室的抽屉里有一些钱，是我留给你的。拿去用吧。
天宇出来了。包里面一定有他的笔记本电脑，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搞到。看到你安然无恙，我心里好受多了。谢谢董事长关心，我今天来是参观的，看看董事长是怎么逃脱法律的制裁。那就好好学习学习，可惜我没有多少时间教你。你已经教了我很多东西，但最重要的一课你没有教，那就是管理者必须遵纪守法，千万别玩火，玩火者必自焚。很好，凭你的聪明才智，一定会有一个光明的前程。谢谢董事长，这也是我最后一次这么称呼你。想见的人都见到了，我们肯定还会再见的。我已经答应警方，到时候会出庭作证的。随便吧，你的心挺硬的。我一直在责备自己的软弱，我早该离开你。早也好，晚也好，反正一切都结束了，我能跟我哥单独谈谈。小云在哪儿？在房间里。放心吧，刚刚吃过药，我要见小云。我去吧，你再好好劝劝他。车吧，你要带我去哪儿？我们兄弟俩应该找一个比较安静的地方。小云，乖，喝了就好了啊。真乖。再喝一口。
谢谢你。谢我什么？谢谢你信守诺言，真的等我到天黑。你把小云抢走了，我没有办法，还是因为你心里有我这个弟弟。如果你心里没有我，刚才你就应该把警察带来了。天宇啊，你还认你这个哥哥吗？如果你还承认我是你哥哥，你听我一句劝，去投案自首，把你拿走的那些钱全部还上，这样会减轻你的罪过。哥，就算我把钱全部拿出来，可以不坐牢吗？你不了解我，我不会坐牢的，永远都不会，哪怕只有一天。那你还是想让我替你去坐牢？不，我改变主意了。哥，我今天叫你来，就是想跟你说对不起。我以前那么做不对，请你原谅我。你是我的亲哥哥，我不该骗你，更不该有让你替我去进监狱的想法。现在我想明白了，这些罪名和责任还应该让我自己来承担，包括你的过失。你放心，整个事件不会跟你有任何关系。可是天宇，你这样，你为什么会突然这样想了？因为你是我哥，亲哥哥。哥，你从小在养父养母家里长大，不会了解我的心态，不会了解一个孤儿的心情。一个孤儿从小就知道，在茫茫人海里没有一个人是他的亲人，尤其到了晚上，看到家家户户的灯光，他知道没有一盏是属于他的。天宇，你别说了。哥，你让我说，我很幸运，让我找到你，找到一个跟我一模一样的亲哥哥。看到你，我就看到了一切，看到你，我就拥有了一切，家庭、父母，所有的亲人都在我面前。你在找什么？啊，没什么，随便看看。小云睡着了，你跟我来一下。那你下面打算怎么办？逃跑？也许会浪迹天涯，法网恢恢，警察会抓住你的。如果是那样的话，我就会去死。可是慧慧和锦绣怎么办？
只能对不起他们了。怎么会这样？你刚才说你们在找他的笔记本电脑，是对你们很重要吗？非常重要。那对他呢？佳怡，你是不是知道电脑？我要你回答我的问题。对他也非常重要。有多重要？会要他的命吗？佳怡，这台笔记本电脑可能会提供重要线索，可能会挽回很多损失，这也就意味着能大大减轻他的罪行。赵天宇已经把相关文件删除了，有办法恢复吗？我试试。这是文件恢复软件，可以把从硬盘里删除的文件恢复出来。哥，这卡上有一些钱，拿着，回老家吧，做一些小本生意。我身上的现金不是很多，只能给你这些了。有了，钱就在这家银行里。可以进去吗？当然可以，只要你知道赵天宇设定的密码。试试他的生日，19686R2。不行。是他的电话号码。慧慧的生日，1992，12月3日。有没有可能不是数字？任何字符都有可能。他平时最喜欢的词，梦想。Dream。兄弟。有可能。孪生兄弟。还是不对。哎呀，这个系统只能输入10次，如果全错了，系统将被锁定。我们还有几次？已经试过8次了。却害怕失去，想告诉你我所有委屈，真的爱你，我不想放弃，无法忘记
你每一次呼吸，欣赏你，眼看你，却猜不出心中的秘密。不想你，不看你，却放不下爱你的情绪。我说爱你，为什么你不在意？难道说他比我还要适合你？我说爱你，为什么你承诺不在意？这美丽的爱情故事有我没有你。这美丽的爱情故事有我没有你。